当年跟木杆过去把那个番茄绑起来，铲子稍稍往上的，好里面好准。把那个弯刀，弯刀过来，红了红了。这个是黄的，这栽起就是红的。那怎么弄去啊？跟它绑起来。弄起来就倒在下面，现在行不行？这不得行，嗯，这样，来，这样也这样也可以吗？这样把它会不会死？不要绑得太紧了，但是今年的番茄不行。这雨水太多了，今年的番茄，你看那边的那边一根都没活，我现在抬一点点，就先绑一下算了，别在地上。这样行了，这个二斤条，哇，好结实这个。拿换衣服了，宝贝。你来还没来呀、啊？来喽！还是想回来的。我说，卢德，卢德，我谁？来，你一个。哎，干嘛？一个人。刚好一个名字。大鸟开始烤了。大鸟，大鸟。我就打死。滚！我打了好久。滚！刘叔没来啊？我这些酸哦。这个是酸，这个是葱。刘叔，刘叔，开烤了。要。那个葱白的，要的味道。大火出炉，喂，快点来吃鱿鱼喽！他那个有酸菜了，他到了。这六十多硬是不来啊？啊，是不来呀、啊。哎，还这样子讲进去了。他害羞。哎呦，人家也过来的。是不是头盔烧到了的衣裳？今天就汗到喽。今天不来了哦。汗都是汗。今天别人打了我倒头饭了。哎呀。哎的妈！啊，爸爸，这个哦。那你找我二姐吧，那你一个女，谁跟你姓的？那什么？吴江菜。不要，吴香菜，我。猪儿来，猪儿锅，你要调吧，我那锅有锅。猪儿比较漂，不漂要整锅进去。不至于噻。啊，八锅。嗯。还有一个小豆。嗯。那火锅底料有。那个火锅底料吧。哦哦哦哦哦！干嘛？你干嘛？哎。那边。哪个多吃的哦？哪个？喊哪个多吃的哦？下一个去干吧，那么的矮子。那么矮呀？谁矮呀？哪个先生？一二，一二，三，四个减肥呀？是吗？我要不要减？你不点那么瘦吗？你看我脸那么大，够了，走开！脸那么大，你不要减。这我说胖的已经好几个了。你的脸要减肥了。我的脸要减肥了。农家班的坐起来了我。哎呀，我这个不行。Thank you.